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最近留在家怕闷的话，就不如落手整下这个简单又好味的菜式，芝士肉酱焗薯蓉，即刻看看什么材料啦。如果想薯蓉的口感更加 creamy 的话，就可以加入适量的牛奶和牛油，咁样食辣就更加香滑噶啦。哇，啱啱出炉嘅薯蓉真系好香喷喷啊！等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啦。芝士嘅味道好浓郁，薯蓉的口感也非常香滑。芝士肉酱焗薯蓉材料咁简单，大家都一于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！